挂山三号文创市集五号地关立美术馆头前的广场开张了。馆长王惠美甲现场二十位文创业者，街头艺人共同宣誓，要用文化创意领航彰化未来，甲彰化的好、彰化的水行销出去。那我们未来在挂山三号这边，要开始让我们这些年轻人、这些文创文化这个工作者，可以在这边有一个这个空间，也要让我们经过文化局认证的我们的街头艺人，能够在这边这个尽情的来表演哈。最主要是把我们彰化的好、彰化的美、我们彰化这些软实力，让更多人能够看得到。这个，哎，婚嫁的纯爱灰，哎，看一下，这个是五福花，这是新娘花，自信满满。那这个路冠呢，吼，也是很光冕堂皇，整个是金色的。好，彰化县挂山三号文创市集对即马开始招募，文化局对二月开始每礼拜拜六免费提供馆立美术馆头前的广场，和大家做伙赚钱，欢迎业者、工作者以及街头艺人两家登记，共同打造共筑效益的文创经济。公益频道市社昌彰化采访报道。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